大家好，我是庞老师。大家正在观看的是新加坡小一数学经典问题系列视频。讲解中我会尽量还原做题思路，帮助大家提升解题水平。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整个系列的第60题，让我们来读题。Complete a pattern， 哦，这是一个找规律的题。Draw the missing shape in the box。这个规律非常的直观。每两个形状一组，一个 rectangle， 一个 triangle， 啊，两个形状一组。那么好了，接下来这个形状是什么呢？显而易见，这是一个 rectangle。我们将这个长方形画在空格中，结束。